慈容期限，解脱长者。善财童子在弥迦尊者处，习得善解众生的音声法门后，继续南行，经过12年才抵达解脱长者居住的住林城。解脱长者能入普摄一切佛刹无边悬陀罗尼三昧门，得清净身，在其身中显现十方各时佛刹微尘数佛，教化众生，转妙法轮等庄严事项，而且不相杂乱。解脱长者从三昧起讲解，以入出如来无碍庄严解脱门，随其一身能示现十方佛刹，然后用实心解答善财童子对于菩萨行菩萨道之疑。解脱长者道：应以善法扶助自心，应以法水润泽自心，应于境界静治自心，应以精进坚固自心，应以忍辱坦荡自心，应以智正洁白自心，应以智慧明理自心，应以佛自在开发自心，应以佛平等广大自心，应以佛实力照察自心。这就是纯粹的是心做佛，是心是佛的思想，也即唯心净土的理念。诸念总是佛境界，慈容期限的寄语，飘飘鹦鹉落寒空，步步追空觅英宗，踏破草鞋根子断，巍然独坐大雄峰。寄语的作者不详，整首寄语以心为样，飘飘鹦鹉落寒空，步步追空觅英宗，其中飘飘步步皆有飞扬迅疾疏忽之意，而寒空觅英宗则有参禅访心之意。慈容期限图画中有一观音巍然独坐于岩石上，图左下有一乌雀朝观音的方向呈现飞翔状，是寄予寒空觅英宗的写照。